尊敬嘅各位同修大德，大家请坐。阿弥陀佛。我哋继续嚟学习净宗根本偈，请大家睇《无量寿经》第35品《俗世乐府》第35。我哋呢，上一次啊，讲到啊。呢、这个五恶嘅第一恶啊，杀生恶。今日咧，我哋将要讲嘅经文啊，再读一读。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德，皆由宿世持孝、修善积德所致。啊，呢个系35品嘅经文。呢、这个经文意思啊，非常啊容易理解，系讲我哋今生嘅福报啊，都系前世啊修嚟嘅。啊，喺黄念祖老居士嘅大经解嘅文字里边呢，就讲到啊，下举尊贵等表为善之德，微显作恶之失。啊，意思就话呢一段嘅经文啊，系接住前面嗰段啊，讲嘅系世间啊。诸众生类啊，欲为众恶啊，呢、这个恶，尤其是指啊杀生恶。咁前面讲完咗恶啊，呢度就讲善，举出修善嘅果报啊，同作恶啊嘅果报咧相对比啊，显出啊。呢、这个鲜明嘅不同，呢度讲嘅尊贵、豪富啊，都系世间啊富贵之人，有地位、有财富，做大官嘅啊，或者系啊咩首富，呢啲。福报啊，都唔系啊偶然嘅，都系过去生中啊修嚟嘅。下边讲嘅贤明呢，就系、是、讲有道德、有学问嘅人。啊，呢种人唔一定有富贵，啊，佢哋咧亦都唔希求啊富贵。佢哋所希求嘅系啊精神境界嘅提升啊，对于物质财富啊，一啲都唔放喺心上啊。呢种人啊，非常之啊清高啊，了不起。佢同一般世间人唔同啊。你睇一般世间人啊，依家过新年见咗面咧，就恭喜发财。啊，都希望得到富贵。啊，我好少听到人哋对我讲话，啊，恭喜你早成佛果，恭喜你早日往生极乐世界。冇人同我咁讲。其实我好中意听呢种话。啊，呢个先系真正对我嘅恭喜啊！啊，呢个系真正嘅祝福啊！啊，古人啊，即使儒家嘅呢啲啊读书人，佢哋一生啊都系以求道修德为佢嘅人生追求。啊，一生唔希求做官，
尤其是真正的圣贤人，他们一生要做些什么事呢？你仔细看看他们做教学，好像孔子、孟子，他们一生并不贪恋功名富贵，他们周游列国，推行圣贤之道。他们所希望的就是将他们所得到的道能够传下去。所以看看孔子，他教导的学生有3000人，其中72位非常优秀的，所以是弟子3000，72言言名。咁古时候教学呢係比较嚟讲稍微冇咁方便啦。点解呢？因为学生嚟求学往往要赶好远嘅路。真正有呢个缘分跟喺呢个老师身边呢个都是非常之不容易的。咁依家呢教学呢相对就简单好多了。点解呢？因为有网路，有呢啲远程教学嘅工具，有光碟，有卫星电视。所以学生想跟老师学亦都唔需要跟喺老师身边。他自己在家里听光碟，看网路，只要他认真，他依教奉行，老实真干，一样可以达到学业的成就。甚至他一生可能没有见过老师，但是他真正可以得老师的真传。这个例子古时候就有。你看孟子跟孔子学习。孔子和孟子出生时代不同。孟子未见过孔子。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孟子是战国时候的人。但是孟子呢，他专读孔老夫子的书， 作为孔子的私塾弟子。当时孔子有很多学生还在世，孟子就跟这些学生来学。孟子很好学，对孔子是100%的仰慕。印光大师话：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我哋学业、道业能唔能够成就，唔系睇你跟边个老师嘅问题，系睇你自己诚敬嘅心有几多，真诚恭敬。如果你有十足的诚敬，你一定成就。即使你不在老师身边，你通过听光碟、看书，成就是一样。孟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你看孔子之后，哪个人能够真正继承孔子道的道呢？那么孟子。所以我们说孔孟，孔孟没有听过孔子之后讲其他的弟子，其他的弟子的成就都不如孟子跟在老师身边的人都不如孟子。为什么？我们现在知道了，肯定是孟子他那种诚敬的态度超过孔子其他的学生。
所以佢嘅道业啊，超过啊其他学生啊，呢、这个就系师属弟子所以我哋懂得呢个道理假如话依家揾唔到好老师，点办呢？可以揾古人你学儒，学孔老夫子。跟孔子一样咁学，你想学佛呢？你可以跟释迦牟尼佛学。你睇下我哋师父上人，年青嘅时候喺张家大师座下求学，张家大师劝佢出家，劝佢学习释迦牟尼佛，送俾佢呢个两本书，一本系释迦谱。一个系释迦方志，系释迦牟尼佛嘅传记。我哋师父就发心学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释迦牟尼佛一生做嘅咩事业呢？讲经说法啊嘛，佢冇做其他嘢，佢将皇位都舍弃啦。佢唔搞政治。佢嚟搞教育，因为佢知道搞政治不能够彻底解脱众生嘅苦难呢、这个系即使你系最英明嘅、最慈仁慈嘅国王，你都冇办法使到你嘅国民得到究竟彻底嘅离苦得乐。唯有系靠教育，所以释迦牟尼佛自己先证悟，然后办教育，办咗49年嘅教育咁我哋师父就学佢佢老人师父老人家讲佛教系咩啊？佛陀教育，所以佢唔搞经忏佛事。做寺院嘅住持，佢自己冇道场，一生游化世间，同释迦牟尼佛一样，到处游化，居无定所。到依今年已经讲经54年啦。年头数嚟讲咧，超过释迦牟尼佛啦。将佛法真正带起嚟呢、这个系真正学得好迟所以我自己发心出家，亦都要向师父学习。我又系要呢一生专办教育。我唔搞经忏佛事我唔会去做寺院嘅住持方丈呢啲我都唔会做。依家就有人啊要送寺院俾我我都唔去。一生把持呢个原则，就系做教师做教员方丈系咩？好似一个学校嘅校长一样。我哋自己智慧福德不足呢、这个角色我哋担任不起，我哋唯有系咩呢？做一个教书嘅人讲经说法学识加埋你佛啦我今年40岁啦，识加埋你佛开始讲经系30岁。依家我系迟咗10年唔紧要，迟10年都唔算太多睇下我能唔能够活到90岁，活到90岁，咁就同释迦牟尼佛教书嘅年数系一样
出家之后开始教。释迦牟尼佛系80岁涅槃。当然我哋唔求寿命，希望咧早啲往生。但系依家仲未走，咁就系阿弥陀佛咧，可能希望我哋咧留喺个世间啊，为众生服务嘅，为佛法嘅弘扬出少少力嘅，咁呢啲我哋应当去做，义不容辞。所以佛教一定要回归教育。我哋不求名闻利养，不求人哋嘅恭敬赞叹，就一味深入经教，就好似世间真正嘅呢啲君子佢哋都系不求名利，世间贤明之人所以古人对佢哋都好尊重。你睇下古人讲话士农工商，社会四个阶层，包括士人摆喺第一位。士系咩？读书人佢虽然冇富贵，但系备受社会大众嘅尊重，因为佢哋有道德，有学问。出家人亦系士人好似比丘翻译成中文叫做乞士，乞系乞衣个乞。点解咧？因为比丘出家人冇财产佢冇银行账户冇银行存款又冇工作，冇薪水，全部嚟做义工士系咩？佢读书，佢研究经教，佢讲经说法佢食饭咧系去乞食嘅，人哋布施俾佢个布施俾佢饭菜好又食唔好又食不能够分别嘅人哋嘅供养佢只接受四种供养所谓饮食。衣服、卧具就系你可以瞓觉嘅地方仲有个衣样只系四事供养可以接受，唔接受钱嘅更加唔会接受道场嘅释迦牟尼佛当年佢自己名下冇道场，道场系咩咧？大富长者佢哋自己嘅嗰个宫殿。佢哋嘅别墅供养出嚟，借俾释迦牟尼佛用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只有使用权，佢冇所有权讲完经就走啦嗰啲财产系你嘅到最后释迦牟尼佛走嘅时候佢入涅槃嘅时候喺双树林中。喺野外佢自己冇财产佢冇房屋噶。呢个系真正嘅圣人为我哋示现一生以苦为师冇任何事自私自利，冇任何嘅名闻利养所以我哋自己。发心出家行呢条路，就要以释迦牟尼佛为榜样完全奉献冇一啲索取嘅心所以我自己咧，亦都规定好自己出家立定个原则我呢一生自己唔可以拥有。财产唔可以拥有银行嘅存款，
人哋嘅供养，我系喺边度，喺边个道场？呢啲供养员全部咧就交俾呢个道场，自己唔需要钱啦。啊，咁我喺呢度咧，道场嚟供养我嘅饮食。啊，一日咧两餐就够啦。啊，有个小小住嘅地方。啊，我哋依家比唔上释迦牟尼佛嗰时候啦。释迦牟尼佛系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嗯，佢唔使房屋嘅，啊喺树下里边打下坐就得啦。啊，依家我自己业障深重，比唔上释迦牟尼佛啦。啊，需要有个房屋住下，诶，借用一下。啊，有个地方啊，小小地一个房间仔就够啦。嗯，其他乜嘢都唔够啦。啊，每日。只要能够俾我喺呢度深入经教，啊，你能够创造条件俾我喺呢度弘法利生，我就喺呢度。如果呢啲条件唔具足，啊，咁就其他地方有条件，我就去其他地方。啊，呢个系我哋一生嘅事业。啊，所以呢、这个。真正的快乐啊，为什么呢？知足常乐啊，助人为乐。有大富大贵的人未必快乐啊。啊，我看他们比我好苦啊，苦好多啊。嗯，好多啲富贵的人啊，啊，面上都没有笑容的啊，直头系苦瓜的面啊。为什么呢？压力很重的嘛。他要经营他的财产、啊、又怕人家谋他的财产、啊、财产越多压力越重、嗯、特别现在经济不景气、啊、他想着、哎、我的钱要放在哪里好呢？一天到黑想这些问题，晚上睡不着觉，靠安眠药来度日，哎呀，真系太可怜啦！嗯，唔系佢可怜我，系我可怜佢啊！所以啊，我哋希望系得到幸福快乐，唔系要富贵啊！有富贵嘅人未必系幸福快乐啊！幸福快乐并不需要富贵。啊，所以好似我依家啊，社会上系认为系贫贱之人啊，贫冇财产啊，冇财富叫贫啊，真系叫基本上系身无分文啊，有钱就攞去布施噶啦啊，绝对唔会自己留啊，贫啦，贱冇地位啊，你人哋诶。出去都拿个名片、啊、我是某某公司的董事长、啊、某某大学的教授、啊、这些是地位、啊啊、原先呢我还是昆士兰大学的教授，现在又不是了、啊、没有地位、啊、但是我们、啊、真正、啊、发起、啊嗯、人家见到我们都很尊重啊，点解咧？啊，真正啊，诶、啊，佩服你能够啊，放弃世间啲名闻利养啊。所以虽然啊，名片上冇嗰个咸头，但系喺人心目中啊，你真正有地位。啊，当然呢啲。人哋嘅尊重供养，我哋都唔可以执着。啊，一有贪着，咁就系堕落。所以每日最大嘅乐趣，深入经教。啊，依家我哋专学无量寿经啊，真系法喜充满。点解啊？你知道将来你去边度嘛？啊，我哋系有把握去嘛？啊，
一般人佢冇呢个把握啊，唔知道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啊！所以佢总系心不安。我哋而家好心安啊！长者就系兼有富贵同埋贤明嘅，呢两种福报，而且有咁上下年纪，就系好有呢个德行，好有福报嘅人。咁呢啲人包括智勇才德，智系智慧，勇系勇敢。才是才华，达是通达，通达社会这个世间的一切学问，这些都是世间有福报的人，这些福都是前世修来的，皆由宿世持孝，行持尽孝，孝是对父母，对长辈，持是对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都要用对父母那种孝心去对待，这个叫做慈啊。所以慈心和孝心是同一个心，你能够爱父母，你才会爱别人如果不爱父母，怎会爱别人呢？父母对我们这么大的恩德，我们都不会尽孝，你说怎可能对人家有慈悲呢？所以佛法非常强调孝道因为佛陀教育是师道要尊师重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有了师道，有了孝道，我们先能够真正成就我们的道业。我哋行持尽孝，先有可能话修善积德因为修善积德嘅根就系孝道。喺晋朝有一个道家的真人叫做许真君他从小呢是很喜欢打猎的，打猎是杀生。有一天呢他上山打猎他射中了一只小鹿竟然呢看到一只母鹿在这个小鹿旁边不肯离开，而且拿一条脷搏命咁去舔嗰个小鹿嘅伤口咁呢个许真君当时佢冇学道佢就冇呢种仁慈嘅心，佢呢见到呢只母鹿非常之悲哀竟然冇几耐就倒地而死。咁许真君呢就攞刀破开这个母鹿的这个胸膛把个肚破开，竟然发现这只母鹿的那些肝肠寸断许真君当时非常之震撼这只小鹿的妈妈看见自己的孩子被射死的时候这样的痛心这种亲爱是天生没人教他儒家讲的父子有亲父是父母，子是子女，有这种天性的亲爱，这个就是仁慈慈心的原点
慈就系爱啊，爱心啊，爱心嘅原点系父母同儿女嗰种亲爱。你睇下，连六都有，所以许真君当时啊，非常之悔恨啊。从此佢就将自己嘅弓箭啊，就截断佢啊，唔再打猎啦。后来咧啊，佢因为自己行慈尽孝啊，被当地嘅官员啊举荐为孝廉啊。古人啊，佢有真正有德行嘅啊，系个孝子，又能够廉洁奉公呢种人。地方官员要向朝廷举荐、啊、因为点解呢？忠臣出孝子之门、你能够对父母尽孝，你才能够对国家尽忠、所以古人都要举孝廉啊！依家咧选拔官员就唔识呢套、所以点解贪污咁多？贪污就是不忠嘛，不廉嘛。为什么呢？因为选拔官员 的标准就缺乏了孝廉这两条、所以社会会乱、真正希望、把政治搞好，首先要将人这个质素提升。质素最基本的就是孝廉这两个德行。咁许真君当时被地方官举孝廉，做咗县令。但系咧当时咧因为晋朝朝政混乱，所以咧佢无意做官，佢弃官归隐。然后去学道。最后咧。得道成真。后来宋朝宋帝追封他为这个许真君。这些人就是什么呢？贤明智勇才达。你看看都是由慈孝的心生长出来。如果他没有经过这个打猎的时候遇到这个鹿看见这个小鹿和没有鹿的这个状况，他的慈孝的心就生出来，那他就没有可能成道。那我们学佛也都是一样。我们希望这一生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基础就是孝道、师道。你看看《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正业三福。我们想往生必须要修三福。第一福讲的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就是孝亲尊师啊，不能够杀生害命，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个就是最基础的第一福。咁人能够行慈尽孝修善积德，来世一定会有殊胜的福报。在佛经上有不少的这些故事，佛跟我们说的一定都是真实的，我们可以相信佛不会打妄语。在佛经里面有一本叫做《譬喻经》，就是打比喻的这个经，讲的是呢，古时候有个长者叫做阿勾罗，他的虽然很有福报，但是他没有学佛，他就不信生死轮回，
认为咧人死如灯灭啦，佢唔相信有来世。咁有一日咧，佢带住一啲同伴啊，经过一条险道，结果咧荡失咗路，三四日啊，连水草都睇唔到，所以啊，几乎啊饿死、渴死。正喺呢个时候咧，就遇到一位啊树神，所谓树神啊，系居住喺树上嘅呢啲神灵。呢个树神呢，见到佢哋又饥又渴，于是呢，就攞出手指一指，竟然呢，从佢个手指嗰度自然流出呢好多嘅美味嘅饮食，哇！呢啲人见到就好欢喜所以呢，美餐咗一顿，食饱。饮饱啦，然后咧呢、这个长者就开始同呢个树神交流啦，就话：请问呢个树神，你系咩因缘啊？竟然你个手指有咁大嘅能力，可以变化出饮食？呢、这个树神就讲俾佢听，话我喺过去生中系迦叶佛嘅时候，迦叶佛系喺释迦牟尼佛之前成佛嘅。一尊佛我哋延劫有1000尊佛出世，释迦牟尼佛系第四尊佛，迦叶佛系第三尊佛。咁呢个树神话，我喺迦叶佛嘅时代嘅时候咧，我系一个好贫穷嘅人，喺一个城里边居住，日日咧去城门口去磨镜。因为以前嗰啲镜系铜做嘅，要经常要磨嘅。咁咧有一日咧，见到咧有啲沙门就出家人，佢哋修行人，去乞食、脱薄、脱钵，咁要揾边一家能够供养饮食啊嘛。咁呢个贫人咧就知道佢对于城里边嘅情况好了解，佢就攞个手指帮啲出家人指，呢家可以乞到食嘅，经常就咁做，一见到出家人，佢就咁嘅指，结果咧，佢后尾所生之处手指就自然流出饮食，有呢个神通能力。呢、这个长者听咗呢个树神咁嘅说话，觉悟啦，知道真正有前世后世。你睇下呢个树神嘅能力，亦都系前生修善得嚟噶。所以长者之后咧就大修布施，常常咧供养出家人，因为出家人系。弘传佛法嘅，你专职嘅老师供养佢哋就系护持佛法，当然系供养如法嘅出家人先得，不如法嘅出家人就唔可以，后尾佢呢个长者就升到兜利天，成为咗散花天人，享天福。所以你睇下，有啲人话：，哎呀，我冇钱，我点可以布施我点能够修善其实能唔能够修善唔在乎你有冇钱。好似呢个贫穷嘅人，佢一啲钱都冇，佢就攞只手指指下，佢就收腹啦。所以有智慧嘅人，即使冇财富，佢都能够收腹。而冇智慧嘅人咧，有财富佢都唔懂得收腹。世间好多咁嘅人所以如果我哋能够学呢个树神你睇下佢能够帮人一指，虽然佢冇去真正供养饮食，
佢等于系用人哋嘅饮食为自己受福啦。啊，呢个就有智慧啊！所以我哋懂得讲种福田啊，啊，点样讲种福田呢？当你用手指为人指示嘅时候，啊，譬如讲人哋迷路，你同佢指个路，呢、这个就系种福田啦。啊，手指就可以种福田，或者系当人哋行善嘅时候，你冇呢个能力帮助佢，你用把口去赞叹，随喜功德，劝勉佢，啊，要啊努力去行善。你用呢个口去种福田啊！啊，当人哋喺度做好事嘅时候，啊，你能够啊去效力啊，你虽然不能出钱，但系你能够出一份力去帮助啊，或者系攞双手去做事，或者攞双脚啊去奔走效力，手脚都系可以种福田啊！所以我哋六根眼、耳、手、足，你只要能够善用啊，无不是种福田嘅工具啊！而最紧要就系我哋要常有啊修善积德、布施嘅呢种心。所谓福田心耕啊，你能够耕种福田啊，用咩嚟耕啊？用呢个心啊，常常有呢种修善布施嘅心，呢、这个就功德无量。啊，咁我哋能够啊，努力去行善，就会有福报。啊，如果我哋咧唔行善，啊，反而作恶，啊，好似前面讲嘅，欲为众恶，强者服药，转伤黑贼，啊，杀生害命，呢、这个果报啊，一定会受啊。而且善同埋恶两种业系唔可以抵消嘅。啊，你为善就有善报，作恶就有恶报，啊，分别嚟受。同大家再讲个故仔，大家就明白啦。啊，喺佛经里面有一本叫做《言喻因缘经》，讲嘅系佛在世嘅时候，有一个国王叫做波斯匿王。啊，佢有一次带住军队啊，路过奇幻精舍。啊，奇幻精舍系释迦牟尼佛啊常住嘅地方，佢喺嗰里边咧讲经说法。啊，咁呢位国王咧路过精舍啊，就听见咧里边有一位比丘啊，就出家嘅男众，受咗比丘戒嘅叫比丘。诶，听见一位比丘喺度诵经，哇，嗰个声音非常之美妙，啊，好动听，好悦耳。于是咧，呢、这个国王啊，就入到精舍里边啊，去拜见佛啊，而且请求佛啊，准许佢啊，同呢一位诵经嘅比丘啊相见啊，而且愿意布施10万钱啊，我哋话10万蚊啊，嚟供养呢位比丘啊，就听见个声音太动听。释迦牟尼佛咧就同佢讲话：啊，你想布施啊，你先将钱攞出嚟，啊，先布施再同佢见面。点解咧？因为你如果见咗面啊，你就唔肯再布施啦。呢、这个国王咧听嘅就唔明白啦，啊，反正佛咁样安排就听佛讲啦，啊，于是咧就先布施咗。佛咧就叫呢位比丘出嚟同佢相见。结果呢个国王一见到呢个比丘啊，吓咗一惊。原来呢个比丘啊，身材矮细，
啊，长得非常之丑陋，好肉酸嘅。啊，呢、这个国王啊，即刻咧就后悔啦。哎呀，咁嘅人我点可以布施啊？但系已经布施咗啦，就唔好意思攞钱攞翻嚟啦。啊，咁佢就问啊，释迦牟尼佛啊，究竟呢个人啊，前世做咗咩业啊？啊，点解个声咁好听，但个样咁肉酸嘅？诶，释迦牟尼佛咧就同佢讲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啊，佢系有圆满嘅神通啊，圆满嘅智慧，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咩事情佢都知道啊，所以佛同佢讲话喺过去加叶佛嘅时候。啊！呢、这个佛啊，释迦呢、这个迦叶佛咧，当时啊涅槃啦，啊，咁进入咗呢个象法时期嘅时候，大家咧要为佢修呢个庙啊，修寺庙。啊，咁当时个国王咧就起一个塔庙啊，就好似我哋讲嘅道场。咁啊，命令4个神子喺度督工。咁其中一个神子咧，啊就偷懒，啊懈怠唔肯做，结果国王知道之后啊，就责备佢，啊闹佢。呢、这个神子咧就非常之不满，啊成肚气啊，冇地方发，于是咧就愤愤咁闹咗一句：，哇呢、这个塔咁大，几时先能够啊做完啊？啊！结果因为有呢一种怨恨心啊，而且佢系对三宝啊，对塔庙有呢种怨心，结果佢咧500世中个身材好矮细啊，因为佢话呢个塔嘛咁高啊，佢就怨啊嘛，结果佢自己咧得到咗身材非常之短小嘅果报啊，而且生得好丑陋。啊，咁当时咧，啊呢、这个工程嘅完啦，呢、这个神子咧亦随喜大众啊，佢亦都布施咗一个铃铛，啊个宝铃挂喺个塔上面嘅，啊宝铃嘅声音好清脆啊嘛，因为佢布施呢个铃啊，佢500世中咧声音啊非常之美妙，啊你睇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善恶两种报啊，各是各报啊，佢唔会混淆，唔会抵消啊。所以我哋懂得呢个道理咧，就对我哋六根啊所做作嘅一切嘅事啊，都要谨慎啊，要常存住敬畏嘅心啊，唔可以话啊，我做咗好多善事啦，啊，嗰啲恶业应该抵消啦，话冇得抵消啊。恶系一啲都唔可以做啊！你做一少少，即使你收咗好大嘅善，将来你嘅果报都不圆满啊！喺《安氏全书》里边就讲一个咁嘅例子啊，话从前有个人咧啊，佢咧有一日咧入海啊，见到一位啊仙人，呢、这个系。仙人住喺海上面嘅山上面，啊，仙人嘅嗰个相貌非常之庄严，啊，而且成身啊放光，啊，非常之啊，呢、这个庄严华丽，啊，而且佢啊常常啊有自然嘅天鹅嚟供养佢，啊，唯独是系咩咧？佢把嗰个口啊。生出嚟咧，好似猪咁嘅口啊，长长地突出嚟，好难睇。其他嘅都非常之圆满，就系嗰个口啊，好难睇。咁个呢个人就问啦，呢个仙人啊，点解你成身都咁庄严，唯独是个口啊，唔系咁雅咧？啊，呢个仙人就讲话，因为我过去生中啊，积善修福。唯独是咧，经常犯口过啊！呢、这个口过有4种，
第一种恶口闹人，佢修善积德，但佢成日闹人，特别系见到人哋唔肯去修善积德嘅时候，佢就会闹恶口。啊，第二个两舌讲是非，人哋有啲咩过错咧，佢就搏命去同人哋讲。啊，第三个咧，耳语。花言巧语，讲埋晒嗰啲系无聊嘅说话，无益语啊，唔真实嘅说话，呢个耳语啊，仲有一个咧系妄语，呃人，呢个口过四种啊，你犯边一种都有口业嘅果报啊，所以啊，点可以唔畏惧啊？所以修善积德一定要啊修圆满的善业啊，咁我哋嘅果报就圆满。尤其是我哋发起真诚心、勇猛嘅心去修，果报嚟得非常之快速，非常之啊殊胜啊！佢唔使等到下一世啊。头先我举呢啲例子系等下一世，真正你搏命修。那个福报啊，提前就受了啊！呢一世你就能得福了啊！你睇下袁了凡先生就最好的例子啊！大家对了凡四训都好熟悉啊！了凡先生系咩咧？佢觉悟之后知道命运掌握喺自己手上，点样改造命运啊？搏命去断恶修善。就是改造命运。要知道人确实是有命运。你好像了凡先生，你看前面二十年吃多少饭，多少斗米，考试考第几名，做一个什么官职，孔先生跟他算非常之准确，一啲差错都冇，呢个咪就命运咯。真系一饮一食莫非前定啊！呢个命运系前生佢所做嘅善恶嘅业力啊，感应啊佢所得到嘅呢一世嘅果报。了凡先生佢知道确实人有命运，所以佢又唔使谂啦。什么妄想都没有他又不想去想着发财，知道什么人有多少财富都整定他也都无心去追求功名。为什么呢？考试考第几名都是可以算得定的，所以他没有妄念，但是他还是凡夫后来经过云谷禅师点化他他先讲，原来命运是可以自己改造的，他不改造那就是凡夫咯。圣言可以改造自己的命运，越改越殊胜那了凡先生他改造了怎样改断恶修善因为我们如果造恶，那就是减损命中的福报如果是我们行善，就加上去譬如说我们命中如果财富有1000万你无论做什么生意，你都会有1000万，因为你是命中有这个财嘛但是如果你是做一个恶业的生意譬如说你是做杀生的行业，那你命中本来是有钱的，你可以赚得来，但是因为做这个恶业减损了你命中的福报，可能你只得到500万。那如果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还以为
你睇下，我好识经营啊！我得咗500万，其实啊，你本来应该得1000万噶，啊，你而家先得咗500万，减咗一半啦。而且嗰个杀生仲有嗰步，啊，将来仲要去还命债，何苦嚟啊？所以有智慧嘅人啊，知道佢选择善嘅行业。啊！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嘅行业啊，佢该得到1000万，佢就会得到，而且佢行善积德，嗰个福报仲增加啦，可能佢就得到2000万啦。改造命运嘅原理就系咁简单啊，并唔会难懂啊。袁了凡佢就真干，佢听明白咗真干。嗱，道理明白咗，唔肯真干冇用啊！改造唔到命运啊，所以一定要真干。所以了凡先生从此以后断恶修善，你睇下命运啊，彻底改咗过嚟。原先佢系命中无子，佢生咗2个仔啊。原先佢系只有秀才嘅命。啊！佢得唔到举人，得唔到进士，啊！结果佢举人进士都得到啦。啊！命中本来系53岁8月14日丑时应该死嘅，啊！但系佢活到73岁，多活咗20年啦。呢、这个改造咗啊！啊！所以命运啊！改造嘅原理就系你修善积德嘛，啊，你努力咁去积，唔使等下一世，呢世就有啦。甚至你如果勇猛嘅，一念之间，你就将命运彻底改过嚟。喺《法院珠林》呢本书里边，啊，呢个系佛法里边。佛经啊，专门收集佛经故事嘅一本书，讲嘅系啊喺中国历史上隋朝啊，终南山有一位高僧叫做普安法师，咁佢有一次咧，佢哋啊经过一个大曼村啊，大曼村。里边咧，呢啲人啊，学佛嘅好多啊，所以咧都想啊，呢、这个供斋啊，供养呢啲出家人啊。咁呢啲出家人真正啊有修行，甚至开悟嘅正果嘅，你供养佢哋啊，福报就好大啊。咁有一个村民姓田嘅啊，屋企非常之穷。有4个女，啊，4个女，大嘅女咧叫做花严，啊，我哋花严经过花严，啊，20岁，啊，4个女咧喺屋企啊，穷到咧衫啊都要啊大家共用，啊，你出门嗰时候可能就呢件衫借俾你用，啊，喺屋企冇衫着。咁呢家人听讲话有呢个供斋供养出家人嘅机会，啊，佢哋咧就非常之欢喜，啊，好想供养，啊，尤其呢个长女，啊，大女，但系佢哋屋企乜嘢都冇，啊，揾嚟揾去，啊，终于揾到2尺嘅粗布，啊，可以攞去供养，啊。佢自己觉得啊，非常之悲哀啊！呢一生啊，咁贫穷啊，系因为前世冇种福啊。咁偶然之间见到咧，屋梁上面咧有一个窿，哇！屋企都系真系非常之穷啊！嗰个房屋啊都漏水啊！佢见到一个窿啊，个窿嗰度咧有啲禾啊禾秆啊就伸入嚟，
佢就睇到啊啲禾啊，佢就上去啊，从嗰啲禾里边咧就摘出啊10粒小米啊，系呢小米嘅禾啊，只揾到10粒米。于是咧，佢就攞咗个10粒米啊，同埋2尺粗布啊，就要去供养出界啊。咁因为咧屋企冇衫着，白天就唔可以出门，唯有咧等到半夜三更啊，外边冇人啦，佢先可以出去啊。咁啊，攞住呢个粗布同埋米啊，偷偷咁样静嘤嘤去到出家人住嘅嗰个屋外边啊，然后咧将个布啊远远地咁掟咗入嗰个呢啲出家人嘅房屋里边啊，唔敢行近，因为自己冇着衫啊嘛。然后咧将嗰10粒米啊，就亲手放喺嗰个专门啊供斋嗰个饭嘅桶里边。啊，咁当时佢就发咗个愿，话我因为以前世啊唔肯布施呢个贪心重啊，所以咧呢一世啊受贫穷嘅苦报。啊，咁依家咧，我要喺佛前啊求哀忏悔，啊，从今以后我要学识布施，啊，咁希望咧，我依家攞呢个10粒米，啊，呢、这个咁微细嘅供养嚟供养呢啲出家人，啊，希望我嘅贫穷嘅业报啊，从今以后就结束啦，啊。如果能够实现呢个愿望嘅话，听日朝早呢啲出家人所食嘅即系嗰啲饭啊，要全部都变成黄色啊，因为小米系黄色嘅啊，出家人食嘅系白饭啊嘛，咁佢系话佢求感应啊，希望大家啲饭全部变成黄色啊，然后咧就流住眼泪啊，翻屋企啦。到咗第二日朝头早啊，出家人起得好早啊，煮早餐啊，然后咧，大家咧就用呢个斋饭啊，本来系煮个白米，结果咧全部啲饭啊变成黄色啊，大家觉得好奇怪啊，就问点解会咁样啊？最后打听出嚟啦，哦，原来系呢个田家嘅长女啊，嗰日晚黑。系布施咗10粒小米啊！佢发咗咁嘅愿，得到咁样嘅感应啊！呢个系真诚心啊，得到嘅感应，知性感通。结果有一啲富贵长者听见呢个故事非常感动啊，都啊。出钱出物嚟周济呢个田家呢一家人啊，所以田家马上咧就富足起嚟啦。啊，咁呢个供养嘅呢个长女啊，花严啊，呢、这个姑娘咧就觉悟啦。啊，于是佢出家修道。所以你睇下。竭尽全力去布施，哪怕布施嘅系咁少嘅2尺粗布10粒小米，竟然得到即刻转变贫穷命运嘅果报啊！呢、这个真正将宿世嘅业障消除啦啊！呢种殊胜嘅果报就来自于佢自己真诚心啊，所以我哋想修福，唔系话我哋供养得钱好多就修嘅福大，未必啊，系睇我哋自己系咪用真诚。了凡四训就讲过一个咁嘅故事同呢个故事差唔多，又讲一个贫女啊。贫穷到咩嘢都冇噶啦，
啊，呢、这个女子，佢有一日咧去到寺院收布施，将自己仅有嘅2文钱，通通啊攞去布施。啊，咁、这、呢个寺院嘅方丈主持啊，系已经系正果嘅圣人，啊，圣僧啊，啊，佢知道，所以亲自为呢个女子啊嚟忏悔回向。啊，同佢做法事，咁呢、这个女子咧，后屘啊，福报现前，啊，俾皇上啊啊睇中咗，啊，选咗入宫，做咗贵妃，哇，做咗贵妃就完全唔同啦，啊，福报就好大啦，唉、哎，佢就谂起我依家嘅福报啊。可能都系嗰时候啊，真心布施2文钱嘅功德啊，我应该好好咁去嗰个寺院啊，去感恩啊，所以佢就准备咗1200黄金啊，带咗好多个随从啊，浩浩荡荡啊，嚟到呢个寺院度要布施啦。哇，今日嚟咗大施主喎！啊，本来呢个寺院嘅大众应该好欢喜啊！啊，方丈和尚啊，喺边度咧？诶，佢竟然冇出嚟，啊，唔同呢个贵妃娘娘见面。啊，阿仁收咗呢啲供养之后，打发一个徒弟啊，为呢个贵妃啊去做回向。啊，咁贵妃娘娘啊，心里面唔平啦，啊。做完法事之后咧，就嚟到呢个后边啊，方丈室啊，嚟揾呢个老和尚问佢：，哇，点解我旧阵时啊一穷二白，乜嘢都冇，只布施咗2文钱，你为我亲自回向啊？今日我布施1200黄金，点解你啊竟然打发个徒弟仔啊？马马虎虎咁啊，应付了事。结果老和尚呢，心平气和啊，微微笑同佢讲：，话你旧阵时啊，乜嘢钱都冇啊，你攞2文钱出嚟布施，呢种心非常真诚啊，所以功德好大，你系结。竭尽全力去布施，所以如果我老衲唔系亲自出嚟啊，为你回向啊，不能够报答你嘅德啊呢种啊功德啊，但系今日咧，你已经系贵妃娘娘啦，1200黄金啊，对你唔算得乜嘢啦啊，你今日布施嗰种心啊。远远比唔上往日嘅真诚，所以叫一个徒弟仔就足够啦。你睇呢个故事，耐人寻味啊！布施2文钱嘅功德，远远超过布施1200黄金嘅功德。原因喺边度？诚心啊，唔同啊，嗰种真诚先能够真正种福啊！如果带住傲慢，啊，带住呢种啊自以为是，啊，咁样去布施，自以为功德好大，其实就冇咩功德啦，啊，连收福都非常有限。喺文昌帝君音质文里边啊，就讲到啊几个典故第一个系讲愚公自辱大兴驷马之门，呢、这个古仔系讲咩咧？汉朝啊，有一位先生姓愚，叫愚公，
公系对佢嘅尊称啦。东海人，佢喺监狱里边做呢、看守嘅，官职好低微。但系呢个人非常之正直，好有爱心。凡系见到咧嗰啲冤假错案佢就会尽心尽力帮佢哋呢啲即系被冤枉嘅人平反。咁有一次，当地咧有一位孝父即系媳妇，佢嘅先生早死佢守寡，但系咧佢好孝顺自己嘅婆婆。同佢婆婆一齐生活，唔肯改嫁。婆婆咧好心，成日劝佢改嫁，唔好同佢咁样一齐受苦受难。但系咧呢位媳妇非常之有孝心，有嗰种节操，宁愿受尽苦难都唔肯改嫁。要养呢个婆婆，结果婆婆咧就谂咗条计，逼佢改嫁。咩计咧？佢自己上吊自杀。咁就逼住佢一定要去改嫁。结果咧呢件事发生之后，嗰个婆婆个女就嚟告呢个媳妇，话系呢个媳妇逼死佢嘅妈妈。呢、这个时候真系跳入黄河都洗唔清。结果咧就俾官府判咗罪，判咗死罪。当时愚公知道呢个媳妇系一个好人，但系点样尽力去平反都冇办法接成功，最后呢个媳妇仲系死咗。结果咧，佢死咗之后，东海县干旱3年，这个系怨气后尾嚟咗一位新嘅太守，新官上任，这个愚公咧，当时就将呢个媳妇嘅呢种详细嘅情形同呢个愚公同呢个太守去报告希望能够平反。而且咧就主动请愿，可唔可以我代表太守去祭奠呢个媳妇去呢个墓前祭奠佢。结果去祭奠嘅时候，即刻3年都冇落过雨嘅，天降大雨。这个感应不可思议，大家都服晒。于是咧，太守就为呢个媳妇平反，把呢个冤情就解开咗。咁如此呢种帮助人平反嘅事情，愚公做咗好多。所以大家非常之尊敬佢。咁有一次咧，佢屋企嘅嗰个门坏咗。可能是雨水以前啲系都泥做噶嘛，门啊被雨水冲毁咗，就要重新做一个门。要做几大嘅咧？大家就问呢个愚公啦。愚公话：这个门一定要做个大嘅门，又高又大，可以容许4匹马拉个马车。进入嘅呢个大嘅呢个大门，人哋问佢点解咧？做咁大嘅门做乜嘢啊？愚公就话：因为我做咗咁多年嘅看守监狱嘅人，呢种官职，帮助咗好多嘅人平反，解除咗好多冤情。所以这个是阴德好多的，他很有自信，
我将来嘅子孙啊，一定会兴旺发达，所以依家先做好个大门啊。到时佢哋考上咗呢个功名啦，做咗大官啦，四匹马拖嘅车，佢都要可以入得嚟嘅。哦，果不然，佢个仔就做咗宰相，佢个孙亦都系做咗御史大夫，所以你睇下。古人佢懂得因果道理啊，所以佢知道善有善报，佢好有自信。仲有第二个系斗士济人，高洁五姿之贵。呢、这个系讲五代时期，窦宇君呢、这个人系燕山人，佢30开外啊，都冇子孙。呢、这个绝后古时又系认为大不孝啊。晚黑有一日咧，晚黑佢就梦到佢嘅祖父嚟批评佢，话你因为冇好好修德所以咧你唔单止冇子孙啊，而且你可能会短命你依家要即刻。修善积德，回返天意能够使到你嘅命运改造。窦宇君听咗之后，梦醒啦，呢、这个梦好真实，于是佢就决心力行善事，凡系遇到可以帮忙嘅，佢就去帮忙譬如讲。有人丧冇钱去做丧事，佢就出钱帮人完成呢个丧事。有人个女嫁唔出去，冇钱嫁，佢就出钱。而且佢咧仲喺佢屋企旁边建咗个书院。凡系嗰啲冇钱读书嘅年青人，佢想读书嘅。就招埋一齐，请啲老师嚟教导佢，而且咧买咗好多个书，等于系建立一个图书馆一样，资助人嚟读书，而且自己屋企咧非常之朴素，屋企人唔允许大金大银呢啲首饰唔可以有，全部啲钱都攞去资助别人。所以做咗好多好多嘅善事积咗好多嘅阴德，结果咧后尾佢连生五子个个都系聪明智慧咁有一日晚黑，佢又梦到佢嘅祖父佢阿爷同佢讲话：你呢几年修咗好大功德命挂天槽上帝已经准许啦，你可以延寿三忌，就系、是、一忌系12年，三忌就系36年而且你嘅子孙五个仔都会好发达，你继续努力啦，佢阿爷好高兴，结果后尾咧，果不然，佢五个仔都做咗大官。佢个孙，佢有五个仔，8个孙，真系子孙兴旺8个孙都系显贵，而佢自己咧活到82岁高龄，走嘅时候冇病冇痛，谈笑风生咁样去走，自在往生。可惜佢唔识念佛，如果佢念阿弥陀佛啦，一定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咧，所以见到咁样嘅呢啲福报都系自己收嚟仲有第三个故仔系钩弋中状元之选，又系文昌帝君任则文里面讲，系讲宋朝有两兄弟，
兄长叫宋交，弟弟叫宋琦。佢哋两兄弟咧啊，读书都好叻嘅，都谂住要考功名。有一日咧，有一位出家人好识睇相啊，见到呢两兄弟咧，就同佢哋讲话：小宋大攜天下，大宋不失科格。啊，就小呢、这个做弟弟嘅小宋大攜天下就中状元。啊，呢、这个做哥哥嘅咧都不失功名啊，科甲就系可以啊，一样可以中呢个进士。啊，两兄弟啊都有功名富贵。结果，第二年春天，两兄弟都考完试啦。啊，咁又见到呢位出家人，出家人见到呢个哥哥。就同佢恭贺，话你呀、啊，系咪近期咧救活咗几百万条嘅生命啊？哥哥听到愕晒然，几百万条点可能啊？我一介贫书生啊，穷书生点可能做咁多嘅善事咧？嗰、那个出家人就同佢讲，其实咧嗰啲啊蚂蚁啊蠢虫洞含灵啊。都算作生命啊！哦，呢、这个哥哥就记起嚟啦。话确实咧，有一日落暴雨啊，佢见到地上啊有好多嗰啲蚂蚁洞啊，啲蚂蚁啊被啲水啊都浸晒啊，所以佢当时发咗慈悲心，就攞啲竹仔啊编成一个竹桥，就引呢啲蚂蚁啊去到干嘅地方。啊、可能救了很多很多的生命。哎，这个出家人点头啊，正是讲的这个功德了。啊、然后说呢，小宋甘当大攜，功终不出其下。功就是讲你啊，你弟弟虽然应当是大攜天下中状元的，但是你亦都不会在他下面。哎，这件事又很奇怪、哦。中状元呢，咁弟弟中状元，我唔喺佢旗下边，咁系咩意思呢？难道有两个状元？啊，结果开榜之后，果然呢个弟弟中咗状元，啊，呢、这个哥哥呢亦都啊进咗中进士，啊，进士嘅第一名系状元，啊，咁啊哥哥唔系第一名，啊，结果呢个名单咧送到。张献太后的手里面，当时太后掌权，她见到这个弟弟竟然的位次比哥哥更高，不是很符合道理。弟子规里面都讲嘛，长者先幼者后，怎可以说弟弟在哥哥前面呢？不得，于是呢太后亲自落旨，将个哥哥提上第一名做状元，啊，那个弟弟呢降到第十名。哦，先知道这个出家人讲的没错，原来啊，救蚂蚁的这个功德都能够使到他中状元。这个是现世就报了，不用来世报啊。你看尊贵豪富贤明才达，呢世就可以得报啊！所以能够救生护生，功德无量啊！啊，咁反过嚟讲，如果杀生害生，嗰、那个罪业都好大啊！可能你本来有状元嘅呢个命，因为你杀生嘅话，可能就冇咗功名啊！啊，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啊。下面讲的卖蛇抢宰相之荣啊，这个是讲春秋战国时期啊，有一个人叫做孙叔敖啊，他很有才华啊，很有智慧。
咁有一日，佢年青嘅时候出游，见到一条两头蛇。啊，呢条蛇系两个头嘅。咁两头蛇咧，传说当中讲啊，系有剧毒嘅。啊，嗰、那个毒啊，毒性啊，佢唔需要咬你，你就算见到佢啦，你就会俾佢毒死。啊，可能嗰个磁毒嘅磁场好犀利，你行近佢旁边，嗰种毒气啊，已经入到你个身里边。啊，所以呢个啊，两头蛇剧毒。所以咧，啊，传说话见到两头蛇必死。啊！咁呢个孙叔敖咧见到啦，啊，佢就攞把刀啊，将呢个两头蛇斩死咗，然后埋咗去。翻到屋企，闷闷不乐。啊，佢妈妈咧就问佢啦：，啊，点解出咗去之后咧闷闷不乐啊？饭都唔食啊？啊，咁孙叔敖咧，啊，孙叔敖咧就讲话：，哎呀，孩儿今日见到两头蛇啊！所以一定会死噶啦，啊，自己死冇所谓啊，就系咧担心啊，妈妈你无依无靠，所以自己啊好悲哀。诶，佢妈妈就问啦，咁嗰个蛇依家喺边度啊？孙叔敖就话，因为我担心啊，人哋再见到亦都会死，所以我干脆就将佢斩死咗，然后活埋就埋起嚟啦。诶，佢妈妈听咗之后咧，微微笑，哇，你唔会死噶？啊，点解咧？因为我听讲啊，人能够啊做阴德嘅事情啊，天一定啊会俾佢善报。啊，你呢种存心系为别人，啊，自己受害啦，唔想要人哋跟住你受害。所以你能够把蛇埋起嚟，啊，你呢个全心啊，一定会得善报啊！所以你唔单止唔会死，将来你会发达。啊，果然，孙叔敖后尾做咗楚国嘅宰相，啊，系一位好有名嘅呢个贤相。啊，所以。从呢个故事，我哋睇到佢嘅全心为人，啊，为人就系啊善，为自己就系恶，啊，当然人哋话，诶，咁呢个杀蛇系咪杀生啊？啊，咁啊杀生啊，当然系，因为当时佢冇学佛啊嘛。啊，咁点办呢？如果系我见到两头蛇呢，啊，我就会点做呢？我就会合掌同佢皈依，啊，同佢沟通。哇，阿蛇菩萨啊，诶，你唔好再出嚟啦，人哋见到你啊会死噶，你唔好出嚟害人，害人你自己啊做好重嘅罪业噶，啊，你依家学咗佛啦，啊，做咗三皈弟子啦。应该快啲去山林里边匿埋，好好修行啊！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哎，我就会咁做啦。啊，当然孙叔敖都好难得啊，因为佢当时佢系为咗人啊，为咗救人啊，所以佢系杀呢个蛇，佢唔系为咗真正啊要去杀呢个生啊，佢系为咗救人先杀嘅，呢个系开源。啊，开戒啊，唔算系犯戒。啊，如果系啊，起呢个杀心要杀人嘅，呢、这个就系犯戒。啊，杀众生呢个犯戒，佢要为自己。啊，咁杀生里边当然最大嘅罪业就系杀人。喺汉朝，有一位好著名嘅将领，叫做李广，啊，飞将军李广，历史上啊，啊都系非常之有名。
你讲将军咧，确实佢系武功高强啊，而且咧射箭啊非常之准啊，呢、这个人又好勇敢啊，又好有才气，所以汉景帝啊继位嘅时候咧，佢就做咗将军啦，同匈奴啊，即系北方嗰啲少数民族匈奴啊，交战70几次都系。每战每胜啊，所以匈奴啊，一听讲话飞将军李广嘅名啊，都魂飞魄散啊。但系李广一生命运啊，都系唔顺。虽然佢啊获得好多嘅战功啊，但系朝廷一直都冇同佢封侯啊，即系冇俾佢爵位，甚至佢手下嗰啲部下。都已经被朝廷提拔上去啦，做咗呢个将军啊、封侯啊，佢自己都冇，所以佢心里面好不平啊。有一次咧，佢就去问嗰个睇相嘅先生啊，叫做王朔啊，就问呢个先生话：点解我咧命中啊系咪冇侯爵啊？我咁功咁多功劳，竟然朝廷都冇封我功啊，封我侯爵。王朔就问佢啦，话将军你自己要自己好好反省一下，系咪你一生当中有做过一啲啊愧对良心嘅事情啊？你讲啊，仔细谂一谂，就话系有一件事啊，就有一次咧，佢。镇守陇西嘅时候，啊，羌人造反，咁佢就用呢个诈术啊，呃呢啲羌人嚟投降。结果投降之后咧，有800几人，李广将军啊，竟然将呢个投降嘅800几人啊，全部活埋，杀咗800几条人命。后尾呢件事咧，李广将军咧就觉得好后悔，真系遗憾终生啊！王朔听咗李将军咁讲之后啊，就对佢讲话：用诈术啊欺骗人投降啊，呢、这个已经系会有灾祸啦！更何况你人哋投降咗之后，仲要班人嚟杀害，呢、这个系啊非常之大嘅罪啊！所以将军平生啊。唔单止冇封侯啊，呢个福报冇啦，好可能将来啊，呢、这个子孙啊都会受灾殃啊，因为易经上都讲嘛，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最大嘅不善莫过于杀生啊，所以子孙啊一定会遭到惩罚啦。后尾李广将军年纪70几岁嘅时候，60几岁啦，60几岁嘅时候咧，有一次同另一位大将军啊去出战，结果因为咧，李广啊，佢带嘅军队啊唔熟悉地理，所以咧竟然迷失咗道路，耽误咗战机。所以当时皇上啊就要啊治佢个罪，咁李广咧觉得咧自己好冇面因为同匈奴作战70几场，冇一次失败，冇一次失手，竟然咧呢一次呢、这个自己都谂唔到佢个军队啊竟然会荡失路。佢谂可能呢个系天意所以谂下谂下就羞愧就自己攞剑自刎而死，因为佢一生为人好清廉，而且好爱护自己嘅部下可以讲系好难得嘅将军，所以佢一死咧佢嗰啲部下都非常之哀痛，连嗰啲百姓听见呢个消息
都叹息流泪。但系虽然佢自己系一个好人，因为佢杀生杀人命，所以你睇下佢最后得到咁样嘅下场。仲唔单止，佢有三个仔，其中两个仔比佢死嘅仲要早。白发人送黑发人，咁佢剩低仲最后一个仔，第三仔咧，因为佢知道自己父亲系因为咧同嗰个大将军叫做魏青卫青一齐出行其实点解荡失路咧系有原因嘅，因为卫青系故意嚟。有少少叫做陷害佢嘅意思，嗌佢行呢条路，咁呢个三子为咗要替父报仇，竟然咧带兵去偷袭呢个卫青将军嘅呢个军营，咁后屘咧俾将士射死咗，三个仔都死埋。咁呢个李纲仲有孙后面呢个孙长大之后呢亦都系一个武艺高强嘅人后面呢朝廷仲系用佢带兵有一次同匈奴作战带兵呢深入到敌军嘅内地，但系呢因为呢个粮食不足所以呢全军覆没，而这个孙叫李陵，被匈奴捉拿咗之后就投降咗匈奴。结果佢一投降皇帝就非常之嬲啦就将佢喺呢个汉地嘅嗰啲家属，连埋佢个母亲，连埋佢自己嘅妻子，全家人通通斩首结果李纲嘅后代就灭绝咗。这个都是历史上真实的事情所以你看当时做将领一念之差杀害了500多条人命，竟然自己落得家破人亡断子绝孙的报应。这些都是现世报啊。讲咗咁多呢啲负面嘅故事咧，讲讲一啲好嘅呢个好报嘅故事使到大家能够生起呢种修善积德嘅心有佛经有一本叫做《佛说言如经》有讲到咧。佛陀时代在舍卫城有一位长者他家企呢生了一个男仔这个男仔相貌非常之庄严而且在临产的时候他的家人见到天空上面种花飘落非常之殊胜的感应。这个男仔出生之后呢全家这个室内都是异乡好几日都不散。这个男仔好有福报出生的时候灵舍不同。因为呢有这样的感应所以家人就为他取了个名叫做花天天降这些这个天花所以叫花天。后来这个男仔长大了就听说释迦牟尼佛在灵山讲经说法就很向往。于是呢就找到灵山去到佛讲法的地方。见到佛呢相貌很庄严。
见到呢啲比丘嘅弟子啊，个个都证得阿罗汉嘅，亦都系非常之神采奕奕所以好向往咁然后佢就当时咧就谂到自己好幸运可以见到佛于是就启请佛同埋啲众弟子嚟佢屋企应供。佛咧见到呢个花天童子机缘成熟啦，所以答应咗佢嘅要求，佢嘅请求。咁呢个花天童子就高高兴兴翻到屋企准备啦。咁第二日中午，到咗应供嘅时候，佛带住众弟子嚟到佢屋企。呢位花天童子咧，因为宿世有好大嘅善因，同埋呢一生呢种愿力所以咧佢能够变化出好多个宝座出嚟，有呢种神通，咁啊请如来同埋众弟子去坐，而且佢能够变化出上好嘅饮食嚟供养佛同埋众弟子。咁供养，然后呢个释迦牟尼佛咧就为呢个花天童子讲经说法。一讲法之后，呢位童子就开悟，证得须陀洹果就系小乘嘅初果于是咧，佢就请求父母同意佢出家父母咧亦都好欢喜佢出家之后。好快就证得阿罗汉果出三界。当时咧，佛嘅使者阿难尊者睇过睇到咁样嘅情景就向世尊请教，点解呢位花天比丘有咁殊胜嘅因缘出世嗰时候天降呢啲妙花。而且佢有呢种能力，请佛嚟应供嘅时候，可以变化出咁多宝藏同埋上好嘅饮食。究竟佢前世做咗咩嘢善因有咁样嘅能力佛就同大家讲，话过去喺毗婆尸佛在世嘅时候，呢个系。圆劫之前嘅一尊佛好耐好耐以前，当时咧，佛带住众弟子度化众生咁有一日，佛嚟到一个地方咧，好多嘅呢啲居士佢哋纷纷都供养佛同埋呢啲弟子唯独是一个人咧。系好贫穷，冇钱冇得供养咁见到呢啲出家人呢位穷人就好欢喜但系咧又苦于自己冇力量嚟供养呢啲出家人，所以佢就谂咗条桥佢去野外摘咗好多野花见到出家人咧，佢就喺嗰度散花而且系用一种最恭敬、最真诚嘅心去散发，结果因为呢一种善因，佢91劫投身到善处人天嘅呢啲系善道，而且所生之处佢都系相貌端庄，好似天人一样佢所需要嘅嘢。只要佢念头一动，就会化现出嚟。一路到今日，即系佛当年个人，佢遇到佛，能够修行正果，都系因为呢啲宿世嘅善因导致嘅。所以对于
真正修行嘅人啊，能够以至诚嘅心啊去供养，乃至对一切众生都用呢一种至诚心去供养。你唔使担忧啊，自己贫贱啊，你有供养嘅心，其实摘呢啲野花都可以供养嘛。啊，关键用呢种心啊。啊，所以福是从这个心形成的。啊，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我布施这么一点东西，啊，又不值钱。其实如果你用至诚心，啊，那个福报就无量无边。啊，那最重要是养成布施的心。佛经里面呢仲有一个故仔啊，又系佛说言如经里面讲嘅，系讲到阿难尊者咧有一日啊，佢喺食完饭之后喺树林里边啊静坐啊，呢啲出家人啊，经常每日嘅功课就要静坐初禅。咁喺静坐当中咧，起咗个念头啊，佢谂到啊，佛教到第一次讲经说法就度了五比丘，啊，就是骄尘如尊者等五比丘，啊，他就想想到这五比丘啊，过去生中啊有什么因缘啊，跟佛有什么缘分，为什么佛成佛之后呢，他们第一批啊得到证得阿罗汉果。当然这些缘分很多，啊，好像《金刚经》里面有讲到，啊，释迦牟尼佛过去啊做忍辱仙人的时候，啊，骄尘如尊者呢，那世啊是一个哥利王，就是一个暴君，啊，他残害了这个忍辱仙人，而忍辱仙人呢发愿啊，啊，可怜他啊，将来忍辱仙人他说他成佛的时候第一个要度他，啊，所以这个国王后来就是骄尘如尊者，啊，这里讲的故事呢是另一个故事，啊，还有另一段姻缘，啊，这些姻缘肯定是很多很多，啊，绝对不是一世两世，啊，那这个阿难尊者呢想到这个问题，啊，就去请教佛了，啊，就问了，骄尘如尊者这五个人啊，过去生中跟佛有什么缘分，啊，那佛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晓啊，有问必答，啊，这个真的好啊，好像我们现在见不到佛了，有什么情，有什么问题啊，啊，就很难请教得，啊，这个明白，啊，尤其是啊，这个过去生中什么缘分啊，我们都不知道，佛知道，啊，佛就跟阿难尊者讲了，说在过去啊，好耐好耐之前，啊，是阿僧祇劫之前，这个是无量劫啊，啊，在阎浮提世界里面，啊，有位国王，他叫做慈力国王，啊，这位国王呢，好慈悲。啊，常常啊，就念到啊，众生好苦啊，所以咧，佢啊不停咁去教化众生。啊，佢嘅国民啊都学佛。啊，国王用十善业道啊去教化大众，所以呢啲百姓咧，人人向善，啊，绝不做呢啲十恶业，啊，好似杀生、偷盗、邪淫，全部都冇做。啊，所以国家太平，我哋话和谐社会啊，真正实现。嗯，真系国泰民安啊，人间充满住和气啊，充满住啊祥和之气啊。咁呢个国里边咧，有好多啲鬼怪啊，鬼怪咧，佢系专门啊
食人的精血的。尤其是人啊，如果产生恶念的时候，他就来吸食人的精气。但是呢，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啊，全部都在行善积德啊，所以整个气场啊都是善的气场啊，都是啊这个非常之祥和啊，正气十足，所以这些鬼怪啊就没办法靠近啊，就没办法吸食人的这些精血啊，所以很饿啊啊。咁其中有五个鬼怪啊，佢哋咧因为得到魔嘅力量嘅加持啊，所以咧佢哋可以变成五个夜叉嚟到国王呢个面前啊，就同国王讲话，就系你啊，因为教导你嘅国民啊都行善啊，啊搞到咧我哋咧冇办法靠近你嘅呢啲国民啊。冇办法食人的精血啊！依家我哋啊，好饿啊，差唔多要饿死啦！啊，你话点办啦？啊，咁呢个国王啊，非常之慈悲。你睇下，见到呢啲鬼怪夜叉都唔会有对立嘅情绪啊，唔单止啊，唔会有排斥嘅心理。反而呢生怜悯心要帮助你五个鬼怪。啊，国王就话啦，哎呀，你哋咁样个困难係应该点样解决呢？啊，你哋要食精血，咁啦，你食我身上嘅精血啦。啊，我可以报施俾你。啊，佢唔忍心啊呢五个鬼怪饿死。啊，所以佢就攞刀啊喺自己身上五个地方就破开了，鲜血啊直流。啊，呢啲鬼怪一见到人血咧，就非常之欢喜啦。啊，搏命喺度饮食，啊，食到好饱啦。啊，然后咧就当然对呢个国王啊就好感恩。啊，好似啊子女啊，依偎即系依靠住母亲一样，唔肯离开。啊，你睇下，国王用呢种慈悲嘅心啊，竟然将呢啲鬼怪夜叉都可以感化，啊，使到佢哋都生起慈心、孝心。咁国王咧布施完毕啦，啊，就同呢五个夜叉讲话：，你哋过去生中啊，由于常起贪嗔痴三毒烦恼。啊，所以咧堕入咗鬼道啊！啊，好苦，你哋应该谂办法解脱啊！以后啊，唔可以再吸食人嘅精血啦，啊，唔可以再做罪业啦，啊，应该系回心向善啊！从而家开始，你要修十善啊，你积德行善，你就可以啊，解除你的恶道的这个身啊，能够生到善道啊。咁呢个国王呢仲发愿啊，话将来 啊因为依家呢我用我身上的血来解救你的饥渴啊，只是解救一时啊，你哋得到安乐都是一时。将来我成佛之后啊，我要用我发生的啊，戒定慧的血来洗除你们三毒烦恼啊，使到你们能够啊彻底解除啊烦恼的饥渴，能够啊入涅槃城，得到圆满的安乐。因为这个国王发了这个真诚的愿啊，所以同这五个夜叉又结了这样的缘。所以这个国王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这五个夜叉就是娇尘如尊者那五个人。所以佛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成道之后，他第一次讲经说法到五比丘啊，就到这个娇尘如尊者五个人。原来是跟他们有这样一段姻缘。
好，今日咧时间到啦，我哋就讲到呢度，咁有讲得唔妥当嘅地方咧，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下一次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嚟学习，多谢大家，阿弥陀佛。